三澳门带你跃进高速三 G 时代。三澳门特约天气报告。欢迎收睇由三澳门嘅天气报告，而家由我设施同大家讲下今日11月29号嘅天气。今日天气咧系天晴嘅，部分时间多云有烟霞，早上有几阵微雨，相对湿度介乎58%至83%之间，气温介乎摄氏19至23度，初时吹轻微嘅东风，后转吹温和至和缓嘅偏北风。今日空气质量指数系介乎25至55，空气质量水平系属于良好至普通嘅。预测听日空气质量指数，路边监测站、高密度住宅区同埋一般性监测站都系65至95，空气质量水平属于普通噶。今日嘅自来水咸度系每升104毫克，属于绿色低咸度级别噶。Bobby 话听日天气天晴同埋干燥，睇睇卫星云图啊。预料笼罩住中国嘅一个大陆性反气旋所带嚟嘅一股清凉空气，将影响本澳嘅天气。而家睇下未来几日嘅天气啊！预测听日凌晨同埋早上天气清凉，天晴同埋较为干燥，气温介乎摄氏15至21度，吹温和至和缓偏北风。星期二咧同埋星期三凌晨同埋早上都系天气清凉嘅，大致天晴同埋较为干燥，气温介乎摄氏15至23度。而星期四天气就清凉同埋干燥，天晴，气温介乎摄氏14至19度之间。睇下中国各大城市嘅天气啊！北京多云，-2度至5度；上海多云，7至11度；台北多云，16至23度；厦门多云，16至22度；广州多云，15至21度。而喺亚洲各大城市方面，首尔有雨，5至7度；东京有雨，8至12度；马尼拉咧系多云嘅，24至31度；曼谷多云，23至33度；新加坡有雷暴，24至32度。仲有雅加达咧系有雨嘅，24至31度。跟住再睇下欧美各大城市嘅天气预测啊！好啦，今日天气报告完啦，下次再见啦，拜拜。